没事，我估计我也就亏个一个兵，可能一个兵都不会亏。谁给整的电音小子？哎呀，亏了一个兵啊！谢谢这个王俊凯美女帅的电音小子啊！抓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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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！直接拿下！你可能要保护自己。谢谢王俊凯的电音小子啊，电音小子，惨个眼儿。不能让他 A 着啊。他二级学的 E 呀，凯也来了有啥用啊？这追不上。致命点燃！哎呦啊，升了！别这样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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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来快来快来！他有闪，他有闪，他有闪！快救救！走了，差五十块。不到啊！那是你的鼻子。那你开会门吧。开会窗户，你要冻死我！开会窗户太冷了。他不让扣，控一小个线儿啊！好了，这波如果再让我扣的，那不好意思了。完了，这刀没砍出来。哎呀，太狂妄了，有点狂了，这叫拉尔。还敢让我扣？撕一层草皮，
人咋没了呢？那我可继续吃了啊，小伙子，不会是挂机了吧？反甲了，不好杀了，那不杀了，不上了，溜了。算了，再来一波吧。感觉这波好像能杀，但是他不能变大，有点害怕啊，这还是算了吧，要不摇他一命啊，那能摇了他吗？摇不了他，摇不了他，等他变小了我们把他杀了。虽然我的蓝不是很够，他有没有骸骨镀层？我给忘了。人性已被动摇了。先小耗他一波。不打了，来闪现念咒。这打皮完了，救命啊，他不追了，不追挺好，不追我就回家了，帅不帅？嗯，不过其实刚才塔砸了也不一定能死，只是我想晒一波。差一丝血呀，再升一级刚好那后排兵全磕不死。哎，没开预言啊，刚好开个五杀，现在的拉尔是真多呀，哎，
哎呦啊，吓我一跳，俺们家打野呀、啊。可以杀。嘿谁的逆血塔呀？回家了。被拉尔打到，为什么会有个圈儿啊？你可以搜一下这英雄的技能，不就行了吗？维恩玩过没？学 W 以后就有这个圈儿了。下路拿把双杀。刘哥别回家啊！别回家，别回家啊！这波得来双杀。凯爷也来了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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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杀疯了，还有没有人了？人有点多，被谁给杀了？完了，刘哥让龙屠死了，被锁魂典狱长给杀了，那还行啊，还行，让典狱长给我杀了。辅助瞎当的挺好，中路两个全要死，这么来。闪现。哎呦。我个收集者。收集者回家再出个暴击的话，我们还差一点点钱。这是个星石开眼。嗯，暴击不要了，来一个耀光。我们只需要第一刀的伤害高一点就可以了。没有人是无罪的。德莱文呢？
德莱文挂机了，这咋这么乐意挂机？怎么就挂机了？哎，没挂机去！哎，怕个屁呀、啊！漂亮，来！哎呀呀呀呀！那左一不打我们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刘哥别卡我妹！左一好像有点心态爆炸了。秒 W 失败，这不是秒 W 失败，这是扛塔那个塔的砸的伤害啊失败了，可能，当然也有可能没失败，为什么？因为那塔刚才已经砸了好几次穿刺了，应该不是失败了。这波来一波一打三的，哎呀，虚弱，有点烦。给个红吧，啊，真可恶啊！五杀五杀，杀了几个。再见，我回家了。哇！这福耶哥玩的还行啊，你给他顶里去干嘛呀？收几个车吧。真惨呐，我也是个惨子。能不能来个五杀咱们啊？秋冬牛头给我勾引他，牛头我不敢上啊，牛哥都给我走，我要来一波一 v 五，我来一波一 v 五，兄弟们，请啊，他说请，我操，这什么锤石啊！闪现！防御塔，哎呀，可恶的防御塔！
这不叫一v五，这得是一v七了。他们家还有俩防御塔呢。嗯，